曾经红极一时的亚洲天团5566成员，今年在各领域都有不错发展。孙协志、王仁甫、史梦哲以及退团从商的小刀，也接连在金钟奖演唱会上同台，但却从不见王少伟参与，不合传言甚嚣尘上。不过昨天孙协志与王少伟难得同时在脸书晒出与对方合照，照片中两人在家中小酌，孙协志写下：“从训练拼战至今也20多年了，不变的是男人之间的情谊，谈天说地，分享当下，放眼未来。”而王少伟也抛出同一张照片说：“最真的兄弟，最真的相聚。”孙协志先前也曾抛出与王少伟合照，并写下：“不管是3个、4个还是5个，都是5566。”而昨天两人再度抛出合照，也让彼此不合传言不攻自破。网友看到照片也感动留言：“56不能亡，期待56再次合体，只有56才能超越56。”